哎，今天要去福罗山背榴莲山。莲树要几年才可以开花结果呢？今天墨镜哥就带大家去看一看，3年的榴莲小树已经开始生出小榴莲花了，亲身体验看看到底是如何做到的。马来西亚北部有个岛屿叫做槟城。 槟城西南部有个小镇福罗山贝，它的位置距离乔治是有1个小时的车程，是马来西亚西马这一带榴莲爱好者最喜欢去的老地方。从1980年开始，这个小镇曾以盛产豆蔻、树胶和丁香而闻名于世。这里青山环绕，绿水青山，山明水秀的环境是榴莲种植业者最喜欢的地方。 今天这个地方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北部最著名的榴莲盛产区之一。今天我们就一起带大家看看，从乔治市来到福罗山，大概用了45分钟，经过了弯弯曲曲的路，终于到了福罗山背双溪槟榔榴莲山。烈日当空，天气非常炎热。 这样的气候，加上高山和肥沃的土地，是榴莲种植的首选。唉，好热！今天来到这个榴莲园，大概是36度啊以上啊。这个榴莲园呢，季节过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施肥啊。看我呢啊，榴莲园的施肥的那些草啊，都生了起来。来，我们下去看这榴莲啊，花来了，来了。 这棵榴莲不大，然后这个树应该是有啊不到3年，看到吗？它的直径啊，哎有花嘞，看到没？啊，给拉近镜头给大家看一下，啊，这些花真的蛮多。OK， 最重要的是啊开花结果，哎看到这棵树啊，应该是不到啊3米。 啊，非常啊小棵的树，来看一下，我那榴莲花生了很多，这棵啊上面还有，啊，这上面还有，一共最少有10多粒，啊，当然呢这些花我们看它树有多大先，啊，你看它的树啊，下面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下面的是榴莲花，啊，这些掉下来的，啊，很香的，啊。 OK， 哎，我们看它的直径到底有多大啊？我的手就大概这样就拉得完了啊，所以你大概啊不到1尺的直径啊，可以生这么多榴莲啊，非常棒的一棵树啊！当然了，我们看着这棵树啊，我们有施肥啊土地啊，都做一些啊很扎实的功课，才可以生得这样多。 来，我们看看一下啊，它周围的树都是环绕它的，都是蛮大棵的啊。看到上面的树啊，那些都是超过30年的树龄啊。这些树啊，这片啊也是小树，但是这棵没有生长啊，所以还要进步。哎，这棵树虽然是小，但是生了很多花，希望再接再厉啊。好。 我们啊，今天就到这边为止了，谢谢大家。一份耕耘，一分收获。榴莲农民真的是很辛苦，而且是不简单。下一期的视频，我将会公布这位园主到底如何可以把这3年的小树变成这么棒的树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一期再见。